扬州方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扬州邵阳原则的魏军，欢迎大家每个星期三收听我们的扬州评话西游记。镇元大仙在天上开了三天会，这颗会中万寿祥王转棍到了棍中一望，啊，有事了，两个徒弟了中了人家嫌犯，在这个地方睡觉啊，该要死了。幸亏我这个地方啊是道士庙，乖乖，要是你个碗倒了没了，哎，大义给他们路走跑了，给他敲诈了啥，什么歪头不得个，现在歪头死了坏得很了。哦，大亏是我这个地方是道士庙，该要死了。唐僧师徒混账，你到这地方来偷吃我的谷子也就罢了，谷子给你就是吃光了，我再过9000年还有一只谷子，倒又倒了。你玩得好，狗把树拉了推倒他了，再来干干净净，永远不得个人生谷了啊！镇元大仙看看心儿啊，徒儿，师傅，待我准备神煞刑具，把大功造出来，我要前去抓拿唐僧师徒。就是嘞，徒弟去准备什么学马绳啊，加上啊什么大鼓啊，准备把唐僧师徒抓回来。尔等再次等候，待为师前去把他们师徒四人抓回来，瓜果我有二树根。叶师傅啊，这个把几个虎杖抓过来，瓜果我有二树根，这个收口的活干，那也不知道啊，小小为师心头之恨，哎，把你不出。哎，师傅啊，把他们抓回来，给我们家人参果报仇。镇元大仙随即就驾云追赶。镇元大仙跑得忙啊，哎，忘记了，忘到师徒四人就在树林边上，快活呢，在这个吃中早茶。镇元大仙他因为酸过了头了，就走西边过来，变成一个行脚的道长，就直奔唐僧师徒而来。无量尊者，他直奔唐僧师徒。唐僧本当在过去做招远，看到就又打西边来了一位道士来，道士来过来。本来他要是坐错大路了，偷走跟我们不相干，然后奔着我们来了。唐僧一看东西朝外放，捡起来了，好，无量尊者，几位大和尚请了。哈哈哈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敢当，道长请了。敢问几位大和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？阿弥陀佛，道长，僧人乃是走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西天求取真经，因为擦过了索头，再次住索，所以呢，这个再次休息。早上我们正在弄得坐莲吃吃。好，几位大和尚之言是从东边而来，口称经过一座高山叫万寿山，这万寿山上有座五转关，不知几位大和尚口称路过。唐僧还没有开口呢，旁边孙悟空就来了。哎，来来来来，道士老爷，不相干不相干，我们四不出走东土大唐来的，
我们玉龙山没有网络个县，也没有网络什么国，你看，告诉你们，我们就是打那边，说我们手一指就知道那边小龙有一张歪的过来，哎，我们就走那边来，走那边来的。好，顺，哦靠，你嗡嗡连天，大闹天宫，可是你，啊啊，喂。都是来人头的，好人是你，你到我万世祥阮官特求的人参果，倒也罢了，居然还把我的人参果树推倒，你实在是太不讲理了。这袁大仙正跟孙悟空这是个虚竹力，哎，猪八戒完了，喊起来，来来来，都是老爷，你是我们，你是对话，我们没有理解，我们不懂，我们一路上你们就遇到个些，根本你要说你什么人参果，我们不晓得，头一回听说，你根本能无能啊你啊，猪。八戒也有你吃的那个我老祖吃的不好了，你打听打听，来大师兄，这个多斯雷他直接这个胡说八道，还有我老祖吃的，我老祖那个火车呢，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像火车的人啊，问题你们太放肆，居然偷秋的故事推倒的姑苏还不承认，休怪贫道无理。什么呢？你无理呀、你无理，我老祖还跟你无理呢。猪八戒说出就是顶耙一起认准镇元大仙，露头就是一耙，把你打死了，我们走路。那说的猪八戒是个一耙打过来，镇元大仙没费事，都是来道婆打呢，道婆在旁边一扶，不好，这打了歪着了，那么都是来乖乖有这个心烦的好呢，这个兜头一耙那么走呢，再给你来一耙，要再回哟，又是一耙，任重他的。叫玉带为药，为药啊！这个钉耙要是扎上去不得了，九个洞，就是那九死钉耙。这袁大仙一望，个要死了，随即跑袖一起，走一扶，嘿嘛好，你打了我的了，乖乖弄不住的，来呀！大师兄，你不是这个王啊？我们几个上杀老子，一起上！唐僧看看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们不能放肆，不能放肆！两老和尚，别露你们手的。再看，我们现在要一致对外，要一致对外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头改再说。你要是打，要是骂，要是翻，我们回头再说。我们现在实际上三个，我们要一起上。乖乖，猪八戒发动群众，要一起上，跟镇元大仙斗。孙悟空这可也是真的动手，金箍棒子而中的出来，变成个大棍子，隔着也变高了。弟兄三人跟镇元大仙一起来动手，镇元大仙看看啊，是啊，这可。镇元大仙走腿，猪八戒一望，说的不对头了，我们弟兄同心，光头变成金，乖乖的害怕了，害怕我们跟他动手了，溜达了，要树立呢，告诉你们还是，
我老祖也会驾云、啊、你别以为你多是老也会驾云，我老祖也会、哎、要别到平时然后我就选上去跟你动手，非要个顶爬跟你逼爬，哎，个溜了溜了溜了，不甜不甜不甜，哎，我们还有事务在说呢。镇元大仙可是溜，他哪贵的溜哎？镇元大仙是到了半空之中，一堵强云，心里来气。我来话说，哎，等人啊，问问他们可是他们偷窃，准备要把他们带回。武状元拉枪与他们这个几个不讲理，怎么办？借个琵琶。镇元大仙到了半空之中，嘿，双靠猪八戒，尔等听了，你们要是听我的话，随我回庄，武状元倒还罢了，要不言贫道与你等不利。哎呦喂，哎呱呱，到时候有子往那留着的，哪晓得没留？啊，这是过，这是过，这是过，什么弄的？啊，就我们跟你到武状元啊，武状元在哪个？武状元，你是在东面，把后来我们到西边去行。你要是到西边，你看。老子我们跟你提，你说到东边把后来我们到西边去运走回头路，我们大概在杨阿翁了，我们不去，我们不去。好，镇元大仙说着就把个婆舅往外一拉，他这个婆舅厉害了，叫日月乾坤大修，修着说话一拉，唐僧师徒人世中的毛众生一时就被镇元大仙收下日月乾坤大修。